年底将至，各卫视的跨年晚会纷纷加入抢夺观众遥控器的荧屏战斗中。12月2日，湖南卫视在长沙举办跨年演唱会发布会，抢先官宣吴亦凡、王一博、黄子韬等六位艺人，360度全景舞台和容纳30000观众的体育场等亮点，使得这场跨年大秀备受关注。发布会当天，歌手童卓和蔡成玉亮相现场，献唱《光之心》，提前热场。据悉，湖南卫视2019至2020跨年演唱会将于12月31日晚在海口举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